这个边牧啊，现在已经给这个客户选出来了哈，然后呢，主要是价格还没有给这个老板聊好，嗯。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狗啊，你看看非常不错、啊。把它给跑过了。开脸开的多好，三层大卧铺，头顶宝石，我看后面。痛的还好啊，还是个小母狗，非常不错啊。我看没染没漂吧？绝对的没染，我狗不染颜色知道吧？那我得看清楚，主要是现在这个边牧它花色不匀，它好多染色的多是吧？对，染色的多。我跟你说，90%市场上的90%的都是染的。哎，有也不染的。你90%以上都是染的，知道吧？这没大意思。你像这种纯天然的，你看花色开那么好的，对吧？我就怕这种越好的，就怕是制出来的，知道吧？他那狗为啥就是长得好看能便宜啊？那就是染的。嗯，不染。你也别要2000块钱了，你看我给你个价行不？嗯，1400块钱。1400块钱肯定不买。你刚才我叫你看两眼一路，我的客户只认1500。但是呢，我想再给他省点，是吧？省点，你不能从我这边省呀，对吧？你从别的地方省点。你关键你要的忒高了，你要2000，太高了吧？这个价。你等吧，你1700块钱，对吧？我让你3000。1700确实也高。你得跟他商量商量。我不用跟他商量，他最多才出1500。你看，给1500行吗？最多1500，没法买这。我就这一个好的，这最好的一个。以前我拿别的行吗？我弄到别的。不行，那别的我没相中，客户也没相中。确实当有一个开脸大尾巴的不通的。那个不通。那个其实也不孬，但是呢。那个我1000都给你。那个我不要那个，主要是就看客户就是看中这一个了。我这是双眼通的狗，你看看那个毛量，你看这毛现在才多大？你看个胸口这毛，你看。我看出来了，我看出来了。毛量还大，你不用夸了，我知道这个狗好。你这样吧。我替俺老铁做个主，啊、哦，我给你加50块钱，1500，50块钱肯定不行啊。咱别磨叽了，我给老铁说要加100，1600块钱，你要觉得行话，我现在都给这个狗做检测。1600，1600，我不能硬叫老铁再加了，行吗？行。啊、你一会儿再给我买别的行吗？我一会儿我把那个大尾巴的开脸证的我再给你卖出去、嗯。我这边还有个单子呢，行吗？走走走，跟着我做检测去。